斗趣，也能斗智斗趣，妖魔不犹豫，命令下了从序。欢迎您收看全民最大档。你们上刀的时候啊，不要仔细，要把脑子带来，不要仔细带来右卡，要把脑子带来，好不好？学弟，向赵，坐下。赵，坐下。学弟，中校不能两拳，向赵，坐下。赵，坐下。王国兴，我跟你讲，王国兴王在此役，我大日本帝国一定要统治支那军的。赵主任，总医师说后面不能接哦。啊？你说什么？后面不能接病人。住院总医呢？住院总军医呢？你麻醉科怎么这样子啊？主任，后面可以接病人了。现在怎么是这样？哪里哪哪里哪里哪里啊？哎呀啊！什么事？莫名症啦！你叫那个，我现在还有欠十张床，明天还有入院3张床，主任还有7张床，我现在还有欠15张床，今天只有5个出院，没有床啦！你叫病人通通转去储藏室，这样就可以多2张床啦！哈哈哈哈！好了，你去跟12的讲，12的都是大巴肚。大肚子恰北北，你去跟他讲，好了，拜拜。冷静，空调关了没？有，叫空调包开冷气了。你们这些空调班干什么？小姐，擦汗。好。是的。是的。吴俊，吴俊。吴俊啊，总是呢，妈的，你不能说这样子啊！好，就这样。新病人在哪里？好，那个今天来了2个。这第一个，64岁男性，1061，主要是右边肩膀痛啊。好，就那个年轻人嘛，好，我们看一下 MRI， 老弟，来，我们看一下 MRI， 收表，君亮，今天我们值班。哦，今天没有值班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去吃来豆浆。好。就我们等一下下一台什么刀？包主任是 rotator cuff。哦 ，rotator cuff 啊。哦，那年轻人。好，建龙吃饭了没？包主任还没吃。还没吃啊？不要吃，等一下我们去吃来豆浆。花哥 ，high TV 啊！哇，厉害，几只脚？5只脚，哇，厉害。宋美，小孩多大了？主要主任3岁。3岁啊，男生女生啊？主任是个男生。这个匹配太重要了，这个10大酷刑啊，好，贴头，好，康姆承认的，太重要了。身高体重多少？高主任183公分，100公斤。100公斤是吧？最近是建龙来开刀了。好，掉50公斤。好，我再去拿。好，很好。好，开始。
永成二楼，你们都几点到，宝贝？拜托一下。哎，现在是我开五间，你跟你董事讲哦，在外面开两间，不然你们不知道开到几点啊？哦、不要说是我讲的、哦。永成二楼。来，这边跟我讲，这边跟我讲。Answer。哎，主任，是，主任是。好，我再跟学姐讲。他们这边跟我讲，沙雪。嘿，是，嘿，哼，我跟学姐讲，哼，这边跟我讲，跟我讲。嘿，是，我跟学姐讲，哼。他这边弄一下，他这样。Answer。Answer。哎，是像是，小燕六几点？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哼，送今天好，没问题。哼，好，拜。哎，这边给我一下，大雪。Answer。好，结束。Hello， 你太晚来了吧？不好意思呢。哎、欸，去了。哎、欸，安娜，这刀有点困难呢。怎么办呢？到底会不会啊？应该 OK 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呢，我帮你了哦，我是扣我呢哦、不好意思呢。怎么办呢？老弟，你这样还开 TK 了吗？不用，开 HTP 啊。瞎讲嘞！哇，弟弟量不简单，年纪轻轻就看这么好的哦，我这辈子才没有看这么好的哦，啊，我在讽刺啊。把手放在这边，会不会？混蛋！我骂自己混蛋。来换衣服。哎，妹，帮我抓一下，来。好。好，右边。好。哦，左边。哦，上面。哦，上面。哦，睡。好，谢谢。